喜欢的是哪一个导演？比较喜欢晴天、阴天还是雨天？最喜欢吃哪一种口味的泡面？最近都在听谁的唱片？吹糖测验有没有发现，爱情与了解不一定关联？吹糖测验有没有共同点，对我的认识是否还是太浅？你爱上了我哪一面、yeah、我都穿几号的运动球鞋，最常说的是哪一个字眼？我喜欢和谁聊天多见面，每天会收几封电子信件。最疼测验感情会觉得太黏。